在吴科大体育馆的篮球场上，身穿蓝色球衣的是上一年度拿下亚军的建行科大。出战白色球衣的文化大学，第一节双方五五波攻势，由建行稍微领先。 第二节双方火力全开，三分外线火热。建行科大二号布农族的高承恩一颗三分外线成功逆转落后一分的局面。22号阿美族的陈范不厌也狂轰三分。上半场结束，建行科大以35分领先对手的28分。 下半场一开打，建行科大开始尝试突破对方禁区防守。1号石伯恩在禁区持球上篮，裁判吹起对方犯规的哨音，球进算，裁判判定加罚，让双方比数差距正式进入20分。 文化大学努力不懈地持续追分，不过双方比数还是越拉越开。最后，建行科大是以91分比数领先文化大学的59分，拿下预赛中的第5连胜。原视新闻，而是一顾新北林口采访报道。